香港國際機場。跟住我哋而家就要去台灣啦。而家時間係點啊？差唔多仲有半個鐘，五分鐘就可以登機。哦，係七點半登機嘛？我見唔到，好似長啊！哦，我好似頭先挨翻咁樣，係啦，低手。會唔會升職業？好嘈啊！同埋我哋今日係第一次去旅行嘅，yes， 第一次乘搭飛機，唔知嘢，yes。开心啊！开心但好攰。今日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天气啊，也有太阳。我哋仲有几个钟就要上去飞机啦。我哋飞机餐，飞机餐冇咩？呢个系边个明星喺度影相啊？你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韩国萨拉咪咪哒，系咪韩国人啊？Ania，你叫咩啊？我喺度望紧你，好影，好迷之角度。Hello， 我哋系 Lolita。我哋今日嚟到香港国际机场，我哋做乜嘢啊？哇，太好啦！拍 MV， 拍 MV， 拍 MV， 在我等你哟。我们台湾见，拜拜。我要吃东西哟，鸡排哟。台湾的你哋等住我哋 ，OK， 我哋 Lolita 嘅下个 MVP， 耶、yeah. ！派很多照片，即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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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哋上机啦，台湾见，拜拜。好耐啊！呢、這个戏玩咗，系啊，
们是香港的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你是哎印尼，我泰国来的。泰国呢个系咩 Oreo 嘅饮，跟住隔篱系炸鸡店。跟住之后叫佢水爆出嚟，我请晒你饮。你可唔可以请我？你做咩对到肥仔啦？我唔做啲嘢喎，平时有人哋请翻我。点解佢会喺度嘅 ？Oreo， 因为知啊，佢有机场路，系啊咩啊？我哋喺机场咁样跑噶嘛，跑完系咩？跟住佢无啦啦跟住我嚟。因为今日平时做咯，即系嚟台湾咧，谂住其实心暖地散心。哦，心酸。我算是一個揀緊，我是想揀緊的。分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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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我哋係一樣喎，原來。佢哋唔理我，雖然而家好嬲啊！頭先佢成你隔離嗰個唔知係咪會長嚟嘅老虎，而家即刻搶件衫佢，跌粉，完全唔理我。因为我现在很想吃炸鸡，所以我为了炸鸡我会自己一个排队买。我由一落机我已经话想吃炸鸡。好大块，其实很燃气，但是我决定买了先，可能拎给大家 share 一阵。我知道啊，是紫粉紫色的钱。右边第二个。